让观众信服，所以必须要有说服力。孟云呢，她是一个生长于西汉时期的女子，她舞得一手好剑，而且武功非常的高强。想象不到娜扎能打成怎么样。娜扎同学一看就下了功夫，也特别有冲劲。马是最难搞的。你要做一些人家做不到的东西，全部都在马上，真跑真打，该跳该跳，该摔该摔。没事吧？再来一次。娜扎也是很努力，这一次他也非常拼命，全部自己来完成所有的动作。你俩其实越近越安全。娜扎希望自己每部电影有突破，那个来展示更好的自己给观众看。